什么？两百？你龙宫一定要龙战，我求求你别秒，真的。听二来，你这……哦，对了，他是一条小龙，小龙连地厅都卷不飞。当看到这个龙宫卷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当年的大呲花老龙王，如今沦落到还没有摔炮响，他真的……我哭死。五星上将麦克呆瓜将军表示，本以为龙腾865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有人比王哥还勇猛。大型纪录片之豪门剑魁邀请赛，神木林又添一员猛将，将持续为您播出。你龙宫一定要龙战，我求求你别秒，真的。直接投亚纳行，雨儿村直接金格拉斯，摄魂一下，和尚都不一定会吃吧？好吃了。一定是没有罗汉啊，罗汉愤怒一定是不够，罗汉愤怒要够啊。其实这 PK 其实是接罗汉的，因为你和尚肯定是吃的操作嘛，对不对？大行是清地厅的操作嘛，法师肯定也是清地厅，对不对？两个单位都是清地厅的操作。也不是点杀，是吧？其实金星是保出手是没有必要的。你看没龙战了，秒女儿秒了一个600，不疼吧？狮驼岭伤害还可以，封天对吧？有点小威力，宝宝省了，可是。好，继续硬着头皮秒，再绿，绿倒，啊！你看，关键神木林秒对面武装也是上端吧，爆了有3700、3800的血，龙宫爆了就1000多，感觉就是一把女儿村，儿村这个一点啊，就抬走，就是一把抬走，和尚金格拉斯感觉，天狮驼不会点狮驼的，这不是给点狮驼干什么？金格拉斯小龙，点小龙是很虚弱啊。宝宝神了，点小龙干嘛呀？这龙又没东西的，让他秒好了。刮痧3700、3300、1400，腰了，他第一把被点死没腰啊，碟子腰了3次，这把腰了4次，第一次没腰，这次腰了4次，宝宝平 A 的，正常来说，壁垒是正常 B 就行了。哎，对面也酷的不真的，啊？这不真够得到的。直接地厅来了，狮驼岭又休息，残云还好有个金身，这金身还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招宝宝拉了个地厅，女儿是肯定吹笛的。好，武装有罗还可以。好，渡劫女儿保了女儿村，直接无牵了，无牵动狮驼。好，这狮驼速度真快，拉马了，速度比化身还快。干将法系金好像没齿是吗？无齿全魔也是一把猛，还可以五轮，可是这宝宝省了2次啊，头疼。闪现他能不能多闪现冲啊，狮驼翘，起闪了，我觉得对面女儿应该清。狮驼还一回合变什么？
哦，一回合。罗起剑斩之间酷炫，什么两百这麻龙真的是啊，麻中麻，这麻龙秒两百，两百是太虚弱了，说实话。OK， 空化身，大王够血够少，小死还是龙宫。破血点，破血点遁加神龙摆尾不一定能死吧？还有两只善恶啊，好像。啊，第一只也死了，这。翘了女儿，头疼。两千九，三千，干将一踩点女儿还是没，哇操，直接爆死，还是群秒点的，我、哦、这个瓜司令是真的自信。好，奇迹陆风。睡玉弄影，大招控掉补装，摄魂化身，破甲化身，法系侵蚀啊，就借助这把侵蚀点化身，上盾，两千四开刀，一千五第一刀爆了啊，两千二遇到的大伤伤害是高啊，化身是有纸人的，但被摄魂了。这个伤害差不多，毕竟法师有侵蚀，尘土刃两千，两千一，和尚血好多，死不了，没出荆棘。可能会困一只玩玩，说实话。虚了一只啊，没困。虚是不太够的啊。啊，麻瓜，这一波亏麻了，属于属实亏麻了这一波啊。点和尚没点死，武装愤怒又没控到，还送了和尚一关愤怒。好，控武装，对面直接舍了自己，小死点石陀，石头有侵蚀摁了，但是没抗住小死，点武装有罗汉没必要的，对不对？还没破甲呢，武装，那点石陀是一定没问题的。是不是下回合听要来丝滑，听要来，对面也拉了个停，因为法系速度慢你知道吗，法系速度比对面慢是可以拉停的。好，先把和尚笑掉，你这，哦对了，他是一条小龙是吧，啊小龙连地停都卷不飞，堆六堆六 ，PK 是不是这么打的？丝滑，漫天花雨都来了，武装又裸了，漫天加六道，下端双吹，
快法。OK。化身。我操！什么？一个纸人化身直接被一个谛听秒掉了，两只宫听，这只有善恶的。龙宫秒过来，秒掉一只，没有罗汉那只是秒掉了。和尚十回合。十一回合，只能说天王我播了，对吧？对面放弃了，拉须弥了，只能说天王我播了。